俊芳，他所来表演的是非常符合今天这个节目的一个主题哈。他来表演的就是我们这个《建村记趣》。我之前在年轻的时候，大概二十几岁的时候，我也住在我们凤山的工协新村，切切实实有在那里呢领受到这个眷村的文化哈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回味一下，掌声欢迎哈客串剧团。生意不太舒服啊，我们上了年纪。
季哈，还是要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尤其那个秋天转冬天的时候啊，要特别注意啊。对啊，对啊，保护长辈老人不舒服啊，对啊。啊，不太舒服，有没有看医师？长辈很快就会好了，还是看医师比较放心哦。哎，那我就先回去哦，马太太啊，你妹妹你要注意身体哦。好的，再见，再见。我要回去了。好，就要回去了。来，是谁呀？对呀，来是他家的狗。哦，是他们俩。
你的狗啊，过几天它自己就会回来。啊，我会帮你找。啊，那你要叫人家帮我倒找哦。好，好，我也有事，我们得先回去的。先那个，好，你先回去。一定要找哦。好，一起回去来。
所以哦，我才会这么快的过。现在哦，玉梅说要提早来跟我过年，我来等等等他来。非常香，非常好吃。好，来来来，哎，长官呢？长官来了，快乐！老婆啊，准备牛肉了。哇，好吃的牛肉呢，好美味哦，好香喷喷哦。还有，麻烦你了，老婆，我们也要去看你飞哦。哎，新年到了，身体有没有好一点？或是我们的国旗给各位。Thank you.
说我们大中镇的我们的社工朋友、义工朋友们呢，都鼎力的相助哈。在现场我也看到这个吉祥妈妈，我在这个大中镇关怀中心也常常看到吉祥妈妈。嘿，我跟他把国旗送给他了。谢谢，谢谢。在场有很多的好朋友们跟我都是熟识的，大家就好像朋友，就好像邻居一样哈。平常在街头巷尾还是在菜市场买菜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打一下招呼。我在这个龙潭的，也因为参与了一些这个志工的团体，比如说像雪巡队、客庄，还有我们的大中镇关怀中心，当然还有我们的乐林，我有去过，在我们的宜德乐林。因为通过志工团体的关系，所以呢，让我认识了更多各行各业的朋友。我觉得呢，尤其在我们这个年纪，我今年刚好一甲子哈，这个年纪是非常需要朋友的。说老不老，说年轻就不年轻。我想要装年轻，把这个眼镜拿掉，我根本看不到字，所以没有办法之下呢，又好让自己丑一点吧，那我就把老花眼镜给戴上了。跟你说这个一代新人换旧人呐、尤其像刚刚我们看到了这个幼稚园的小朋友们，一个一个成长，一个一个茁壮，那我们就要能够肩负起，能够这个文化的传承，不管今天是客家的桐花祭，还是我们这个眷村的文化节，还是这个原住民的丰年祭，每一个的活动呢，都要非常感谢我们桃园市政府的文化局，如同今天的这个眷村文化节的活动，也是我们文化局可以说是主办之后呢，再由我们上华水巡队来主办，一个是主办，一个是承办，是承办上华水巡队是承办，然后要非常感谢我们中心里办公室协办，大中镇社区发展协会也跟我们帮忙协办，还有就是我们客庄探研协会也一同来协办，让我们今天的整个节目能够非常进行的非常的顺畅。当然我发现的这个年轻人是相当的有活力的哈、尤其是我们区公所里面，是区公所的吗？也是文化局的，反正有很多文化局的，我指派了很多的这个工作人员妹妹们哈、都能够说相当的敬业、尽心尽力，每一个环节呢，他们都能够帮我们一起来串联，能够把这个节目能够把它的延续下去。我继续要讲半个小时。